台湾女性不再只单一是温柔娴熟的一面，更呈现多元化的样貌。瑞穗乡妇女会举办一年一度的新女力体适能区域竞赛，不论是80岁还是18岁，大家都是活力十足，抢着参加各项竞赛拿好成绩，要把奖品给带回家。加油！套圈圈比赛，南部岛妇女会姐妹们小手一丢就成功套中，一个比一个神准。而掷骰子游戏，姐妹们手气更是超旺，趣味十足。还有同心圆的趣味竞赛，不论是80岁的欧尼还是18岁的妹妹，个个小心仔细的用呼啦圈拉着球跑，顺利过关。那个乒乓球掉到那个水桶的乒乓球，对，会不会很慢？不会，一次就给它进洞，啊，厉害！喜欢扛沙包，很有精神啊。扛沙包第四名，还可以可以，主要是要娱乐嘛，大家娱乐一下不是很好吗？对啊，很开心啊。瑞穗乡妇女会在县政府以及县议员钟素镇、詹金富以及林玉芬的支持下，4号上午在青莲寺办理一年一度的新女力体适能趣味竞赛，妇女姐妹们个个活力十足，踊跃参加每项竞赛拿佳绩，也把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奖品带回家，相当可爱。那这是我们每一年的大型活动，今年已经迈入第26届了，然后每年都一定会办的，而且这种活动是婆婆妈妈最喜欢的哈，因为来的人呢，除了呢大家可以来同聚哈，欢乐，然后呢还可以玩游戏，也有一些日常用品哈，可以带回去用哈。为瑞穗乡第一大社团的瑞穗乡妇女会成员就有将近700多位，除了定期开办花艺、健康卫教或者手工艺品研习活动，也办理户外观摩或者趣味竞赛等休闲运动，让姐妹们借此彼此交流情谊，活动筋骨。记者石玉兰，瑞穗采访报道。